你看，是不是很容易？真的哎，其实电子商务功能真是太方便了。这么一来，我就可以随时提领我的奖金喽。嗯，电子钱包还有另外一项秘密武器哦。真的假的？其实电子商务功能真是太棒了。是什么样武器啊？你赶快教教我。就是这个。这是杰斯专属的提款卡，有了这张卡，你就不用转换到一般的银行账户，直接透过提款机就可以领取你电子钱包的奖金喽！哇，太厉害了！那你来教我如何设定？没问题，你看，将奖金转换成资金，一共有两种方式。除了建立转账账户，将资金转到一般银行账户外，你也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式——杰斯提款卡。首先，先登录商务系统，使用您最先使用网络系统的账户密码。登录后，再点选电子钱包功能，并且输入电子钱包账号密码。进入后，可以看到页面中共有五个选项。点选左下角注册提款卡功能，并在页面栏位中输入您的提款卡号码，并再次确认您的提款卡号码。输入完毕后，请点击确认。点击后进入个人资料页面，请确认您的个人资料是否正确，并选择时区为香港、北京时区。为了避免您提款卡密码遗失时方便确认身份，请输入两个不同的指定问题以及答案。输入完成后，请点击确认。杰斯会员专用提款卡可提供您在台北富邦银行、台新银行、国泰世华银行、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以及星光银行等五家银行的提款机进行提款，是不是更加便利呢？当您完成了电子钱包会员账号建立，以及建立台币账户，还有注册提款卡后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电子钱包的其他功能吧。首先是查询功能，查询功能可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掌握我们奖金的进账。首先一样，先登录网站商务系统，登录后点选电子钱包，再登录我们的电子钱包系统。登录后，点选左上角浏览账户历史记录的选项，点击之后即可以进入我们的账户浏览页面。在此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笔奖金的明细了。看到这些满满的收获，是不是觉得很开心，努力更加有动力呢？